古朵传媒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现。我主演的电影《赤狐书生》12月4日上映，电视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也会在未来和大家见面，请多多支持。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关注第5届金古朵网络影视盛典，也祝古朵传媒越办越好。